第53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日前公布获奖名单，中国导演赵婷自编自导的力作《骑士》获得年度最佳影片。《骑士》讲述了一个重伤的牛仔想尽一切办法重回马背，寻找人生意义的故事。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创办于1966年，目前有60名活跃成员，其中42人参与了本届投票。未看过全部或者大部分影片的成员会取消投票资格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